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交易及文劳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13分。地点本院行政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嘉宾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郑天台委员等27人，列席人员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元谦率同有关人员等。主席黄召集委员国书，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决议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应变基金，一 AU 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及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原列1亿6471万2000元增列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中紧急应变准备收入4亿2617万元，改列为5亿9088万2000元。三基金用途，原列1亿1046万3000元减列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中付费用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之媒体回应及对外发言训练25万元；核子事故地方应变、地方灾害应变工作计划中新北市服务费用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25万元，改列为1亿0996万3000元。四、本期剩余原列5424万9000元，改列为4亿8091万9000元。五、结缴国库建额无列数，并通过决议七项。二、105年度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审查完竣。三、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记录议事录有无记载错误？好，无错误，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继续审查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文化部主管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之委员，在现场有吴思瑶委员。哎，吴思瑶、吴志扬啊，一起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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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这么接近吗？然后我主席发音不标准，对不起，主席的问题，主席的问题。好，再一次，重来一次，听好哦，听好哦啊！在现场有吴思瑶委员，第二位有吴志扬委员。好，有苏巧慧委员，有柯志恩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其次介绍列席之政府部门官员代表，我们的文化部洪部长。政务次长陈永峰。政务次长蔡炳坤，常务次长许秋煌，主任秘书李连全，综合规划司司长洪世佑，文化资源司司长陈冠福，艺术发展司司长梁永斐，主计处处长李秋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李子旭，啊，方子旭，是，对不起，对，主席今天发言问题哈，对不起，对，我代理陈学圣的了，好，国父纪念馆馆长林国章，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林慧芬，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张玉腾。好，以上好，
主席宣告哈，今日处理的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文化部主管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非营业部分，请先宣读委员有关预算之提案内容。105年度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委员提案，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业基金收入一，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务收入、劳务收入、服务收入减列80万元。二，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外收入增列253000元。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作业基金收入三，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外收入增列1156万6000元。四，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外收入其他业外收入杂项收入增列200万元。国立国务纪念馆作业基金收入五，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外收入增列597万3000元，总支出六，委员张廖万娟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减列10%。七，委员何新存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用点费用减列300万元，给予冻结1/3。八，委员何新存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冻结1/5。九，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教学成本不含国立历史博物馆冻结73万1000元。十，委员张廖万娟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其他业务费用、杂项业务费用减列100万元，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为基金支出。十一，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具有建物再利用、重整修缮维护，冻结1250万元。十二，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用冻结500万元。十三，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管理与及总费用、管理费用及总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0万元，其冻结1/10。十四，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其他业务费用、杂项业务费用、服务费用冻结400万元。十五，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其他业务费用、杂项业务费用、服务费用、修理保养及保固费减列100万元，其冻结1/10。十六，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其他业务费用、杂项业务费用、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减列100万元，其冻结1/10。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作业基金支出。十七，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冻结7000万元。十八，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规划设计会冻结1180万元。十九，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教学成本减列385000元，其余全数冻结。二十，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管理及总务费用、管理费用及总务费用、服务费用冻结300万元。国立国务纪念馆作为基金支出。二十一，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冻结2000万元。二十二，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务成本费用、劳务成本、服务成本、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至大会堂整建及国际优质展场前期规划冻结4806万元。二十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教学成本减列346000元，去冻结50%。传统艺术发展作业基金支出。二十四，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费用、财务费用冻结200万元。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国立国务纪念馆作业基金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二十五，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专业计划继续计划、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国立国务纪念馆跨域加持计划全数冻结。二十六，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同上全数冻结，主决议共12案，请参阅书面资料，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合并个案之审查讨论发言，倘无法获致共识，则先行保留留待处理。为了详实记录官员发言，请用麦克风并表明身份，以利公报之记录。现在进行处理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之协商，请本会委员、政府官员等分别就协商位置。好，部长。
好，我们现在来进行预算的处理哈。就预算的部分呢，我们总共有26个案啊。然后我们先从收入面来处理啊。收入面，第一个我们先来处理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业基金收入啊，有吴志阳跟苏巧慧两个人都有提案啊，有没有要进一步说明、补充说明？好，苏巧慧委员。主席啊，部长，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哈。那我想哦，我就不是就第一案来进行说明而已，我直接一到三案，也就是我三个提出增列预算的部分哈，都直接进行一起说明，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样的概念。就好 好，那我想是这样子哦，我提出这个增列的原因哦。我想在这个之前，我先问不晓哪一个单位可以回答，就是中正纪念堂这个去年有一个特展是《冰雪奇缘》，那非常受到欢迎，大家都有带小朋友去的经验。那不晓得光是这个展览，中正纪念堂的收入是多少？我是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林慧芬，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关于《冰雪奇缘》哦，它是去年的12月25号才开始，承租那个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对，那至于它，可是你收租金不是应该是？就是只有那个12月25号开始，因为它11月的时候开始布展，所以我们只有收11月那个11月底到12月那一个月的租金收入，它有先给我们这样子。那那个月是收多少？一个月而已。就是大约就是我们那个场地的收费，不到100万那可是他的展期是蛮长的嘛？对，他展期到今年4月10号，他所以他的大部分收入以我们啦，以我们做一个家长，然后觉得说，哎，这个展这么轰动，大家都有去哈，那又是一个这么高规格的展，虽然他商业色彩应该算是相当浓厚了，但是想必。租金的收入对馆方的收入应该也是不错，一定大大有注意啦。好，所以中正纪念堂哦办得不错，我们有很多好的展览。那我现在想要提出的就是说，事实上过去贵处这边哈，贵馆这边其实办了这么多的展，那也都符合了这个状况。可是你们有收入，那现在你列了在讨论明年度的收入的时候，其实三个单位都分别只提列了一个数字。那我觉得这个数字跟去年的决算甚至是比较少的。没有是比较，并没有一个成长的动力，督促自己往上往前的动力，甚至还比较少，这怎么会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呢？虽然我们知道说实在的，大家都是希望目标哈不要定太高，因为到时候我如果达到目标，那就是我很棒，那甚至我还可以超前，这个是人之常情啦，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做一个监督单位的话，我认为这样子对整个社会来讲，还有作为一个监督单位，我想这是一个不太妥的状况，所以我也没有列太多，我就是都以去年结算5%就好，好，我们精益求精嘛，往前再跨一小步5%就好，所以这是我基于监督单位督促各位的状况，所以三个地方我都同样列这个概念，不晓得部长这样应该还算厚道嘛？部长，我可能还是要说明一下，很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我说明一下哈。对，因为《冰雪奇缘》展是我们第一次，这是举例，对，《冰雪奇缘》展只是一个举例，表示说你们很好，办得很好哈，每一个展都不错。没有，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这样子哈，就是诚如委员说的，《冰雪奇缘》因为是世界性的一个卡通哈，所以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在民主大道上面办商业特展，我们以往是都不办的，对，我们以往几乎都不办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增加预算收入，我们尝试第一次性。可是这个冰雪奇缘展，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它那个帐篷成本是非常的高，不是每年都会有这种展，他来申请，因为这种展我们是必须是外界来申请。好，那如果不是冰雪奇缘展的话，我们就看今天的新闻好了。今天的苹果日报上面指风车，李永峰。哦，刚好李永峰老师刚好列了一篇，他说这个纸风车9年走了这么久，哈，128万名观众走了49万公里，结果呢，首次在自由广场演出的时候，那我们收了他多少的租金？我们收了他36万的租金，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他们那个租金是这样子分开的哈，
就是那个旗杆以内，那是归中正纪念堂；旗杆以外归两厅院。所以那个是两厅院在说。哦，一个地方有这么复杂的状况。当初就是做这样子的那个划分。哦，像下次我们去中正纪念堂，好好看看旗杆的位置在哪里。好，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对，主席知道吗？我是不是？国标艺，国标艺，国标艺，对对对。那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个他们三个单位的案，我想我们努力来朝这个方向来。那三位馆长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不过那国父纪念馆稍微有点困难，因为他现在要整修。好，来有困难的管理处讲一下。对对，因为我们一千多，因为我们在104年到105年今年度预算，我们自己在编预算时，我们就加了1000多万。我们就是知道有这笔预算，所以我们其实在今年编预算时已经加了，就是我104年编的预算跟105年编的预算里，我就有加1000多万了。所以我如果现在要再加的话，我们就真的会很有困难这样子。对，你又加我1000，那我们自己又加1000万，因为原本104我们编6000多万，我们自己在编预算时我们就加了1000多万。前景是要为我好，不好意思，对侨会比较不好意思，因为我长期在议会教育文化部门，其实慧芬以前在那都知道。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要增加你预算之前，那你明年的什么展排了怎么样的一个预估的状况，你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一年都只会有4档的特展。对，我知道，就是说你未来的档期有没有什么像巧慧讲的非常的没有，就是没有。对，因为我们都在堂内的，所以你现在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处理预算，你未来的展期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有比如说会有小熊维尼是要来申请106年的。106年，对。那105年目前是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花妈展，花妈展，一个大铁道展。大铁道展。可是这两个展其实都没有像《冰雪奇缘》那么多人，因为它在户外。那堂内的话就没有。对，你一年4个展，你现在告诉我两个展，还有呢？另外两个展，还有两个是暑假期间的，也都是小朋友的亲子展这样子。我们在省预算，你应该告诉我明年你有哪几个展啊？我们搞不好可以预估说有什么展是人气很旺的啊，或什么往事。这天他展差不多都在室内，室内的他那个通常大概都租金啊，都是等于说办社会公益的，都相当的低了哈。那我有帮那个帮国父纪念馆报告一下，国父纪念馆呢，他是今年开始、啊、整修一楼，然后过了以后呢，叫整修大会堂。那么所以他这段期间大概都没有办法向外住，唯一的大概就是。那个底下的那个才艺班的这些收入，所以这个如果说要减列，我们努力；但是要增列，我们努力。但可不可以增列的额度啊，稍微再好。我还没讲完，我的意思是，当我看到所有的文化馆所 ，always， 我为什么要了解你明年的馆？你 always 在弄那种国外进来的授权的那种动漫卡通展，其实我看到已经非常的愤怒。最近当然华山不在今天那个华山又在小小兵，你中正纪念堂，你刚刚跟我讲好，冰雪奇缘也许非常轰动，但在我对于文化的理解的认知，我一直不希望是过多的这种，而且是国际授权的这种动漫卡通的东西。你可以去扶植动漫卡通的展览，你可以去扶植更多的本土的，可是当我们的文化馆所从台北市政府的松山烟厂主管的开始 always 在，你看你明年又小熊维尼了吧，我要知道你有哪些展，就是这样。我们的用国家预算在支持的这些文化馆所永远在 support 过多的这种国际授权签进来这种展，我觉得这个比重是应该要检讨的。我不那么在意你的收入多少，坦白讲，但我在意你的展览的本质，你提升了我们本土的台湾在地的文化的在哪里。所以你回答我，明年两个，一个小又小熊维尼了。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要审查，我们真的很希望。其实我非常非常赞成吴委员的，所以我们想什么像波隆纳插画展这种艺术展，对，如果说他有很多人来申请，我们一定是优先给像波隆纳插画展，我们去年就有办。那可是现在就是限于大家要场租，我们要有收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场租。第二个，我们还要权利金收入，我们本来要收他们8%的权利金收入，就因为他会卖东西，可是这些艺术展就认为太高了。所以我们就想，他对，因为你太，因为我们收入一直要增加，所以我们就必须收他们的权利金，收他们的租金。那这些艺术展，事实上现在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变成无形当中就只能够接受这种亲子童话展。所以真的很恳切的希望委员能够同意，让我们就我们自己已经增加1000多万了，所以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只要有收入，我们一定都缴库的这样子？嘿，谢谢。欸、其实处长，我们吼做律师有时候就是分阶段问问题，然后最后达到我最想要的。其实我不但不觉得司瑶委员是跟我的，他说他一开始说抱歉的哈，乔慧哈，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问的。因为你看，包括这个第二个部分，你这边未避免过于商业化之色彩，你自己都列出来了。可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问的时候是第一个是态度，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把整体的目标、经营的目标再往上提升、往前走，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问题是，我们确实也对内容会想到，内容对我们来讲确实是重要的。事实上，你的展我妈妈带着小孩去看了非常多次，包括原住民的儿童绘画展等等，确实都办得不错。但就如同司瑶委员说的，刚刚提《冰雪奇缘》这种就是过于商业。刚刚我在说的时候也是过于商业，我们也是这样觉得啊，所以。你对你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你后面提出来的数字能不能够说服我们，包括说就是像司瑶委员说的、啊、如果你今天提出来的计划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是大力的鼓吹本土文化，好啊，你要简列我们甚至都觉得是好，可是你既没有这样说，那反而是现在提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往商业的，那商业的又不往上提升，那我们不知道你的态度到底是哪一种。跟委员报告，我们明年的一个小熊维尼一个安徒生插画展，就是说我们都很希望比较艺术性的东西进来，可是因为这种东西是在人家来申请，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收费用，所以我们开放档期让大家来申请。事实上管方会有态度啦，还有常年累月下来你们办的展会形成哪一种风格，就会引导其他的 展示者策展人来这里做申请。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真的处长非常的用心，真的非常用心。那我反而是也想请问其他二位，那不知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处长的态度是如此，甚至是为了愿意他的内容，然后来就预算和我们各位委员做讨论。那不知道其他二位呢？谢谢委员，我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张玉腾馆长。那个其实，因为我们在座的三个馆啊，都是自筹基金的馆啊，跟国内的其他的文化部的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要自筹30%。那对于一个要自筹经费的一个博物馆讲起来啊，我们其实是有经费收入的压力。那么收入的压力之余，就是说一方面要照顾到刚刚委员谈到了，就是说要办好的展览、艺术展览。一方面也会考虑到说这个展的收入怎么样，所以是其实是在两难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呐、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多办一些比较好的艺术展览，对，对。那比如说艺术展览，现在其实在国内也慢慢的人口在流失，都走向动漫展去了，好像华山、松烟都是在办动漫展。我们现在在办凯斯哈林展，其实非常好的街头艺术家的展览，只有30,000多人，所以这一部分其实那合作单位因为收入不够，他们就没有意愿去引进这些展览进来，所以他问题是，我觉得国内的展览的环境在改变，那么人那个民众对于艺术的展览兴趣不再那么高了，啊，那就是我们的宣传出了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教育出了问题，好吗，馆长？我不能说，我不能接受你说台湾的这个文化消费人口的那个形态在改变，那就是我们文化不存在的意义。如果今天文化不存在的意义，是我们放任这么多的
这种国际授权的一再用动漫展来充斥我们的场馆的展期，我觉得很难过。这部分可能是 我知道我们碰到的困境，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像你那个展非常好啊，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展三万多人？我觉得我们难道没有我们？我们也曾经有非常多人的艺术展，像梵谷、毕卡索、莫内，可是你就看得出来，它一直在往下降。梵谷是60几万，然后再40几万，到莫内也是非常好的展品，但是就20几万。就慢慢再下来，但是我个人不觉得说艺术展跟动漫展其实有冲突了。我觉得动漫展也有它非常有创意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趋势啦。我觉得就是传统的这个艺术展也一直在引进来，大家也看了很多了啊，然后所以它就会有这个趋势了。程度，因为长期跟这些青年人在一起，你刚刚提到那个梵谷其实最主要的例子，其实我在纽约看过他们那个梵谷展，他们超过了上千万。为什么？因为那个 Vincent 那一首歌有没有，他们在弄那个梵谷 那个展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很多民谣歌手把那个当初所唱的那首歌一些，所以我觉得那是多功能的一些 多视觉上面一种整合。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推这个所谓艺术展的时候，其实缺乏跨领域的一个多功能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委员他们特别是要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赞同，就是说现在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品味的这个层级会慢慢下降。我觉得这还是来自于因为大家现在的口味都很重，所以呢你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相对性的一些的东西的点来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所要求的一个目标，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多这样视觉上面的一种部分，所以大家只是要求还是保持这个艺术的一个本质，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在整个的开发或在整个的包装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创意进来，所以重点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要求，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点的宣传点上面的确是比较老派一点，以至于我们的这个人口没有办法来被你吸引住，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是谢委员指教，我们往这方面努力了。这个是好，我的提案是不太一样了，不过刚刚这个议题非常有趣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国立的单位了。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展览商业性质的会比较受欢迎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政府存在的必要啊。像很多东西你是不能太去讲盈利的，比如说学校，没有人说盖一个学校在算它一年以后它要赚多少钱回来，应该不会这样子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设施，我想几个委员关心的是它有没有实际达到它提倡文化的意义啊。所以我印象中，我以前念建中的啦，我印象中以前这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好像是木乃伊还是什么兵马俑还是木乃伊，反正我们就不知道去几次了，因为就在对面啊。像那种也是文化，但是也是很受欢迎。我印象中有还好几个好像是属于媒体办的，是不是一些比较艺文的东西，在历史博物馆办的都很成功啊，都很成功啊。我是觉得说稍微跟纯商业的稍微有一点区隔，因为毕竟我们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它整个的那个调性就是一个文化味道比较重的啊。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好好的规范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啊，比如说我不晓得了，也许大家等一下，也许是不是可以做个决议还是怎么样？你们在审查节目的时候，一年你有四季，你是不是至少保留个一季两季，是属于不是那么商业性？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字眼啊，是不是达到我们这个几个场所能够让提倡这个真正文化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哎，好，我好了，我也讲一下我的意见啦。其实现在所有全台湾的各个场馆都面临这样子的困难嘛。我们过去的这些文化的场馆，它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国家艺术的象征，它可能是一个殿堂，但是它现在面临是，它可能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它不再是一个国家资源可以完全给它，那它只要靠国家来养它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现在有自筹款要达到30%，要达到30%，所以你们的压力就来了，你们可能要去跟人家比赛，我这个展是不是受欢迎？
那可能才有办法去证明说我这个展经营成功了。但这个过程里头，商业性的避免我想是要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些场馆它一定是公益性质的场馆啊，所以不要忽略忘记了我们原有的做一个文化场馆的公益性，而且我们也承担了文化发展的使命，这个使命不能没有，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很世俗的出借场地给人家办活动的场馆而已，我觉得那个就失去了啊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场馆的意义跟功能了哈。以上。我也想呼应前面几位委员的说法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讨论，因为各位其实馆长处也好，处长也好，真的都是实际第一线的人员，而且都非常敬业，正在操作，都是很辛苦的。可是呢，我确实是想说明的是，对我们这一代哈的年轻人来讲，很多现在正是策展人，正是在做展览的人。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需要有空间，我们需要有表演的舞台。但是我觉得这跟各位。是为我们做一个，我现在的身份是立法委员，为各位设立一个更积极的目标来监督各位 push 各位，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冲突。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设定更积极的目标 push 各位往前进，那各位就有力量可以带着你们全馆的同仁一起往前。但同时在内，这是程序的部分，程序的部分我们要往一个好的积极的方向去前进，但内容的部分仍然要维持本土和公益啊，所以这就会像柯委员在说的，就是逼得各位不得不在你们的展览内容当中找出更多可以跟观众互动的方式，不是只有《冰雪奇缘》和《小熊维尼》这一类的展才有办法吸引这么多观众。你们有没有办法去逼迫各位去思考陈澄波的展览能不能引进更多的观众？能不能思考像刚刚举的这么多好的这些展览也可以带进观众？我们要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加压力的同时，但是我们也要求内容，这就是我们几位委员加起来的意见啊。那我不认为说有好的内容就一定是我们要降低自己的标准，我认为这两件事情 是同时应该要存在的，所以我今天提出的是一个目标，希望这样。那当然处长这边说啊，我自己已经是加最多的人了，那你加少一点好了，象征性一下，象征性一下，你这样，我是要他增加的，因为我认为大家，委员说，我自从来当了，我想，吴议员了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以前都叫委员，他了解我。我非常努力在做文化方面，所以我一直想说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园艺治疗，就是让自闭协会的孩童进来我们这边，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园艺哦，这些东西变成都要花钱。我们同仁就跟我说，你不要把那个场地一直做这个，我们要有收入啊，因为我们要自筹30%啊，所以我们已经想尽办法，我们只要有收入，我们都会弄。可是我们一些艺术教育的推广，我们也非常努力在处理在做哦。那所以我说，我很希望档期申请里面，安徒生插画或波隆纳插画这种展，你来申请，我们都会让你优先，或者是刚刚讲的，只要陈澄波画展这些来申请，因为我们是档期开放给人家来办理的，所以必须要他们来申请，因为我们有收入。那我们自办主题展，因为我们自办主题展，我们场地非常少，我们总共大间的只有4间，因为我们不像国父纪念馆有10几个展间，我们比较少展间，那我们的空间都很高，所以我们展间很少。可是我们要有这些收入，所以我们变成都开放。我想请问一下处长，所以你刚刚讲说是你是被动的等着大家来做申请吗？大展间是被动，没有办法，你们没有去提供，就是积极的去向外要求，就是说更多，比如说世界上有更多很多很多很棒的这个展，你们没有主动去做这个部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只是被动的去？我们的场地里面收入都是靠这些场地收入。我了解，我了解。我说你为了要增加这个场地的活用性，难道你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去邀请你现在所看到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展演过来这个地方吗？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吗？就会很难，因为第一个我们的场地没有恒温恒湿那些的，所以世界像刚刚说的弥勒这些特展，他不会来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场地它没有恒温恒湿的这些专业性的设备。我了解，可是你应该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态度，你有没有那个主动权去邀请更多来
适合你们场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展？有，像我们中央通廊，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大展间可以有收入。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判断问题。像你刚刚提到的园艺治疗，我们也很熟这个园艺治疗，可是园艺治疗是不太适合你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太适合你的那个的展场，所以你这个部分导致角色上就是有一些的问题。我们认为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说很了解你们的场地的使用的这个部分，不管你刚刚所提到的任何的部分，你应该有因为了解这个限制跟你的这个利处，所以你更知道应该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去做阿灾。公告不等于，这样才刚开始，差不多15分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态度的问题啦，这真的是态度的问题。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这边的收入里面有很多项的收入，那我刚刚说的园艺治疗只是一种，其中的是在外面户外园区的园艺教室，我们有教室。那因为我们教室离园区很近，很接近。那至于中央通廊这边，我们有自办主题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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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那我对，好，那。我的三个部分，我的三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做第一个？因为历史博物馆这边已经遵照办理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共识嘛。好，那对对对，那这个好，那不晓得国父纪念馆这边有没有特别要说什么？不然我们要做个进行一个团队啊。对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国父纪念馆馆长林国璋报告。我的情况呢，必须要很坦白的跟委员来报告，就是国父纪念馆的场地，我们的创收的部分，其实在那个场地的收入部分，其实我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的场地的部分有绝大部分是作为在地艺术家的表演，包括我那个最著名的中山画廊，其实我每一个展出，其实我包括中山画廊每一次的展出，我自己还要再贴，我们馆还要再贴将近50万到60万的这一些，协助台湾在地艺术家的这一些，展览。那么表演的部分呢，国父纪念馆的大会堂一直也都是使用比较低的这一些费，这个收费的标准，也就是扶持国内的这一些各种的艺术团体。那么，但是在创收的部分，我仍然还是需要达到30%以上的这个自偿率。因此，我们的做法就是来自于我的场地外租之后，那一种所谓的来客的增加跟它的销售额的比例的提升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收入呢占我比较多的比例。但有一个情况，我今年必须要特别报告的，就是因为我们从1月份开始，就是获得这个行政院的核定。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跨域加值专案的一个场地整修，所以我包括一楼原来国父纪念馆最精华的那一个场地，就是一楼的那个大的空间，原来早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作为办公室、接待室等等的用途，所以我目前正在进行大的整修，那这个为期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我的创收其实会减少了，我的来客的这些游客他没有办法，比较难以进入到那个卖场里头去做这些纪念品啊等等这些销售啊，还有我的那个社会生活美学的研习班那个部分学员也没办法增加，所以我恳请委员、好，我知道馆长难处了，但是从你的谈话再回推到刚刚我们的讨论，就是这就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大家在想到要增加收入的时候都只能想到提高场租，提高，对展出单位的收租金的这个部分呢？你刚刚在讲的时候，不正是在说我们要检讨的是来客率，我们要检讨是什么？所以我要求的就是，因为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棍子，我们对你没有其他任何压力，我只能从这个东西要求啊。所以我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是希望能不能检讨展览的方式，以增加你的来客率，请你。能不能够像刚刚柯委员、像吴委员说的，在你的展览的内容，让社会大众更愿意过来？除了保留你的本土性和公益性之外，你能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不是只有提高场租、提高租金这样子的做法啊？那如果我永远都说你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样，我就说 OK， 那表示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自己的展场、展品做进步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不然我还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要求各位呢？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因为这三个机构
感觉上现在大家比较保守啊。我想请问你们三个机构是不是只是一个场地管理的一个角度，还是你们有所谓的专业的策展人士？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真的想破头，他只能从租金这边去想。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他是那个现在历史博物馆，他是有专业的策展哈，专业策展。嗯，那个中正纪念堂啊，他们跟国父纪念馆，他们基本上是这方面倒还没有，场地的管理。但是那个目前为止哈，那个国父纪念馆他今年的比较大的压力，是因为他那个大会堂还有那个一楼的展厅整修，但他的发展是希望一楼啊，原来是办公的空间，他把他办公空间全部撤走，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展场。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个什么人参观人数，还有场地的空间就会多。那在这个策展的这个方面，我们想说，那文化部里面有哪一个单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这个就当做你的最好的场地嘛？对，对不对？你有这么多场地，但是他们只会管场地，也没有多的人。那你文化部总是有对于整个文化提升的专门负责的人，他们去 search 说有。那些媒体都可以找到一些好的展回来啊。那文化部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单位去收集这些展览的资讯，主动把它邀请回来？那这些就是你最好的场地啊，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充分的一个组合嘛。嗯，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我们一发师有这方面的统计跟资料来在做。谢谢赵伟啊。我顺着各位委员的。好，我刚刚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在大家的讨论里面，我们又要有通俗的流行，或不管是动漫的或者是能够浅显明白易懂，甚至是一个可以吸引大多数的人的一个所谓的通俗大众的一个展览，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呢，能够呢，文化部应该有主体性，兼顾自己的在地性，兼顾呢扶植在地的艺文团体，也希望呢能够有更专业的一个策展的。内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刚刚看到大家的讨论，第一个，这充分证明我们现在啊的这个展览的场所场地缺乏不够。那这个文化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在于刚刚吴委员所讲的啊，那我们有国父纪念馆也好了，或者是中正纪念堂也好。现在变得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场地的租借，这样子的一个最阳春的管理，那其实都已经不符合期待了。应该是说文化部，类似刚刚吴委员所讲的，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单位有所谓的专业策展的能量，这个人可以来协助这些场馆有一个整合性的机制来做所谓的不管是把关也好，或者是控管也好，或者是协调也好，而能够协调这个大家希望兼顾的在地性、国际性，或者是呢它的专业性，或者是通俗性 ，anyway， 那让这个整个场馆的管理可以取得一个平衡。这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位委员对于这个预算。这么认真在质询，这么认真在审议，最重要的目的啦。我想哈，顺着大家讨论的方向了哈，就是其实我在支出面也提过质疑哈，所以本来要简略嘛哈，后来那个次长有带场馆的主任来，那我有发现说未来的几年，其实我们包括从今年开始，很多场馆，包括国父纪念馆跟中正纪念堂，我想他们都在。做整修，而且花的钱都不少。那我也跟他们聊天，他们讨论，就是说，他们也觉得说，国发会他们也有一些要求，他们做跨域价值，有一些必须要有一些自偿收入。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委员质疑的，我非常认同。譬如说，我们像国父纪念馆，我们吸引了很多陆客来，那或者是中正纪念堂，那如果他们看的来台湾看到的展览。是那种好莱坞流行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哦。所以既然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将来从我还看到104到108哦，有那种这种很多跨域价值计划，花了20亿是吧？总部哈，好像整个计划哈，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今天在讨论的过程里面，这个议题如果大家认为有需要，像这样的，你既然花那么多钱在整修场地，那你没有专业的策展人，或者说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策展单位是应该要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国艺中心或者其他传统艺术中心他们的档期的规划，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做个决议，让他们并行，就是我预算给你，你要做，你这些将来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空间不够了，那他已经有很多观光客进来了，那我们在地的文化产业怎么透过这样的策展方式能够，对，不然我们一直都在电影也被人家攻，我们在讨论很久了，电影影音，然后现在连我们的场地都展外来的，我们不是说外来的不好，那它比例其实应该跟在地的互相辉映了，不能说人家来看，哎，你台湾展览的，我们不是都是，对，都是同样的语言，那但是看到却是外来的东西，那这样跟在上海、北京看到的他们外来策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色要彰显，你一定要现在花那么多钱在做场馆的整修，那你就必须要有比较专业的人来做策展跟文化，哦，整个要，哦，发展计划，怎么扶持在地，怎么样子把在地的文化产业真正的透过进步的行销手法来抗衡这些外来的强势的这种流行文化的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国立的公立的单位应该要去负责的角色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他们收入面稍微做计划，就是说我们也许今年不给你这个，那希望我们也慢慢看到它真的有价值慢慢起来，欸，这样子会比较，不然会恶性循环，你为了增加收入你就只好去找那个流行文化的那个很卖座的，那结果呢越来越压抑在地的，就我觉得这个方向怪怪的，好，所以我建议本委员会来做一个决议，希望这个未来的场馆的整修花了这么多钱，我们是不是从今年开始他们应该考虑有比较专业的策展团体来处理，那把那个报告送到我们委员会来审议，哦，来了解，这样，谢谢。好，哎，乔会长，好，我再顺着万间委员的意见啦，哈，其实是这样哈，他们这几个馆原本都是教育部的掌管的，然后现在移来文化部，那你说国立历史博物馆过去他们就有一些策展的经验了哈，但是中正纪念堂这个馆当时在盖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他们本身就没有策展的执掌功能跟人才嘛。你们中正纪念堂当时盖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纪念，是威权时代的产物嘛？是为了纪念当时的一代伟人，蒋介石不是吗？哦，好，那你现在整个中正纪念堂的功能可能需要转型了。这中正纪念堂你不转型不行了啊！当然，整个台湾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认为中正纪念堂你们要去处理的，就是说你们可能过去只是一个纪念威权时代的人物的功能，你们要转型到兼具文化发展使命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们开始要有一些功能的转型跟编制，你们开始要一些策展的思考嘛。中正纪念堂跟国父纪念馆跟国立美术馆那是不一样的功能啊！你叫你们去跟国美馆一样，要有一些艺术家来帮你们策展，这要你们的老命啊！说实在了啊，你们去哪里找人？文化部给你们什么资源没有？文化部自己管自己的那几个场馆就已经够不起啊，何况你们这是教育部过来的。所以我认为啊，中正纪念堂要趁这个时候去认真思考我如何转型，这是很大的议题哦。哦，有人提中正纪念堂是不是要转型变成故宫的分院，哦，那有人提中正纪念堂要不要转型变成总统文物纪念馆，你们先去思考转型，然后再去思考接下来我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功能跟使命是什么，包括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稍微好一点，因为国父纪念馆过去啊他们还有很大的演艺厅，过去金马奖都在你们那边办的，你们还稍微好一点，对不对？你们还有一些功能，还有一些社教的功能。那你们国父纪念馆有一些展览，当然是邀请展啦，哦，我不能说那有什么策展，但至少是邀请展。那国父纪念馆的邀请展在
整个台湾的各个场馆里头，可以进到国父纪念馆展的水平算高的，算不错的。那坦白说，也算是被重视的一个场馆了。至少你们还有一些功能。但是国父纪念馆恐怕也需要思考如何转型。但你们的转型的幅度可能不需要那么大。但是中正纪念堂，我看是一定要转型了哦。新政府520就要上任了，你想可能不处理中正纪念堂转型的问题吗？哦，所以。您出场，可能你在这个看守那个，可能你有这个责任呐、啊，啊、哦，你提出一个想法，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跟你未来的功能啊、哦、的改变啊、哦，那你们可以做哪一些事情啊、哦？所以不能只是一个过去啊，是彰显一个戒严时代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现在变成我只是租借场地让人家办。展览这样的功能，你们还有更积极的功能，好，好，以上。我非常同意前面张廖委员和黄委员的说法，那所以我现在的发言其实呢，也等同于不但综合了他们两位，而且等于是把我后面的几个案子的，其实就一并说了。其实我今天在提出这些我自己的案子的同时呢，不管是增加收入的编列，或者是冻结预算的部分。其实回归到最后，完全就是刚刚两位委员在说的。我想我们同样都关心的就是这些单位他们的定位到底是如何。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后应该要思考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做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的审查，可是这下面又分成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作业基金、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还有那个传艺这样的四个部分。可是我们又还有其他的展览馆哦，那为什么只有单独这四个是有作业基金？对，那这样对吗？问题是这样对吗？这样是好的吗？对，对对对，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刚刚发了黄委员在说的，那这个转型要转到什么时候？它要转到哪里去？然后不管是国父纪念馆还是中正纪念堂，要怎么转型？除了整个大的部分的转型之外，还有个别展场的转型。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都想把事情做好，希望能够培养台湾更多的文化人口。可是现在的法令和制度，也许绑得你们很难做事。有钱也不一定好做事，没有钱就更难做事。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我的自己的提案，其实也不是真的都说一毛钱都不给各位。我说的是，请提出一个计划之后。那这个预算大家拿去把事情做好，其实我在说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其实就是定位的部分，我非常认同黄委员的说法。好，简列就照简列，那个增列就照增列，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安尼我怕拼这几趴啦。主席尊重委员意见啊，这样最好。好了，我们那个委员刚刚所提的，我们都觉得是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增列可不可以给他们这个调整一下？我想我用麦克风表示负责任啊。那好，那我觉得刚刚这个馆长这边历史博物馆这边是同意的，那我们就照办嘛。那中正纪念堂这部分，尤其是司耀委员哦，大家都有认同。其实馆长已经自己就已经先增列了1000多万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再增加156万的部分？照黄国书委员的建议，好不好？表示我们有心想要进步。好，那。历史博物馆这边呢？啊，国父纪念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他，我觉得是这样好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苛求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态度，本席是展现一个态度。我想说，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要求进步这样的方式，因为我刚刚也很同意。那个新竹委员的何委员的说法，就是说，我认为通俗和内容这是两回事。通俗是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的主题是要能够符合本土文化的扶植，要有公益内容，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核心。通俗是一个手段，对，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对文化更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它不违背。所以我还是希望增加一点压力给大家，谢谢。他
他那个就是深度文化通俗化。那个主席，他刚才讲的是这个比较 general 的，就是一般的哈。我有两个提案是比较具体的，这可能要处理一下看一下啊。第一个是难得有收入是减列的哈，但是不是全部的去减哦。我是针对这个史博馆的这个门票的部分啊，因为我们觉得说，他门票收入只有占他整个服务收入的大概 3.57% 左右啊，那现在学生的门票啊已经降到现在是一半嘛，15块啊，我觉得干脆这个部分我们提倡学生去看啊，这个15块这个部分我觉得改为免费算了，所以我相应我才会减掉80万，但是不影响刚刚乔慧讲的其他该增加的部分，好，这个部分好不好？因为这个，因为我自己有感觉啊，我以前就是对面的那个学校，哈哈。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收入的部分哈，我这个部分跟乔慧讲的这个可能不一样，好，但是我有针对一个东西啊，我针对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中正纪念堂里面也是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史料啊，那就我们在审这个故宫的时候，我们都在讲他这么多的可以授权的图像授权或什么的这些的文创商品啊，我们希望说中正纪念堂这个部分不要光展览而已，还有可以把它变成可以有收入的部分啊，这个图像授权等等啊。发展这个专书什么，这个都可以卖嘛。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每年几百万旅客去那边，不拿点东西走，不买点东西，好像没来过，对不对？所以这个钱，我觉得应该可以增加。所以我这边建议增列200万，是针对这一块部分啊。谢谢。我这边也要特别呼应像那吴委员说的哈，因为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去跟那个故宫做一个取经啊？有关于你们这些所谓的商业商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跟故宫做一个取经？因为从101年里面成立这个基金，是大部分基金都是来自于我们政府这个预算了，所以一直高达90%以上、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些规划，是不是可以慢慢降低，让这个政府的这个挹注的金额可以慢慢减低一下？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的确啊，中正纪念堂还是很多陆客必访之处啊。可是你们一些所谓所出卖的这个商品，基本上跟故宫实在是距离很遥远的、欸。所以有没有跟他去做更这一方面？那有的话，为什么还是卖的这个部分？我还是强调基金的设立的性质是真的要。等何委员讲完一起答复好了好、哎。没有，我是希望建议招我们赶快处理预算的部分了哈。各投委尽量。对了，招委员，你听我讲完嘛哈。第一个，我建议赶快处理预算啊。第二个哈，事实上刚刚吴委员在讲的有关那个历史博物馆了，这个门票免费啊哈。大原则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能够走进这个历史博物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馆长能告诉我们说，那以现在的选那个门票民众来的这个门票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因为这样子减列 才有意义啦哦。如果说减到不该减的，让你拍照逮鸡，甚至无法营运，那也不应该了哦。所以我倒是很想知道说，现在我们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门票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谈这个之前还是要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叫一致哦，因为我们还有故宫啦，还有史前博物馆啊，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律都门票免费？这个要先讲好，不要到时历史博物馆今天在这里，他很衰就被砍到，好不好？要讲一下，还自然科学博物馆非常多、哦，好不好？来，先讲一下。历史博物馆的学生的观众不多了，大概1/5而已了。我们最主要的是爱好艺术者的观众啊，老年观众也很多。那刚刚那个赵伟提到的事情，其实吴委员跟何委员提到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就是其实博物馆现在分成两大类了，一类是要自筹经费的，一类是不要的。教育部我这边有个表，教育部都是要自筹经费的，他们有的门票到达450，然后学生门票是250，一般大概就是100块，学生门票打7折。所以假设要要求国立历史博物馆所有的学生都门票都免费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全国的国立博物馆门票政策的问题。就是说，后来会影响教育部一系列的博物馆。他们现在，而且他们都是学生观众很多的。我们历史博物馆学生观众还是少的。
对，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全国性的门票，到底委员们觉得说学生是不是都要 免门票，那么就是全国二十家国立博物馆都要学生都要 门票，那可能就是相当大的一笔国库的收入。那第二个就是自筹、啊那個、是对不起啊、哦、部长，你记不记得我在质询你的时候讲到那个学生的文化体验券的，这个都还不发，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嘛，你发那个跟这边你不发然后这个免费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嘛，看你们要怎么做啊、哦、那我觉得这个80万跟这个大的这个是小小的事情，所以就可能没有必要列这个案子，但是我觉得希望讨论一个方向以后，我们是不是改列一个决议的方式，好不好？改列一个决议方式，你要不然就是怎么样优惠学生嘛，要不然就发文化体验券，赶快发，依照文化创意产业法就赶快发体验券，要不然就是就学生门票哦予以这个更大的优惠嘛，啊，就鼓励大家去参与嘛，是不是？是不是走这个方向，好不好？是，谢谢委员。其实这个蒋乃新委员，哎，蒋委员，来，就这样。我想基本上来讲，博物馆法哈，本来博物馆就是核心的，就是教育嘛，人才培育嘛。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如何鼓励他们到我们的博物馆，啊，对学生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委员会也做过决议。所以故宫现在对于学生的门票是减，对不对？甚至还有免费，对不对？是免费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减掉学生的门票的话的费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去年通过的博物馆法，就是把博物馆教育是学博物馆的四大核心之一嘛。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成决议，说学生进到博物馆，凭学生证，我们可以给他免费，或者是怎么样情况下给他免费，或者是减价，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报告委员，现在其实很多国立博物馆都是学生都有优惠的，像我们是30块，我们是一半15块，那历史博物馆，不是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100，他们是优惠70。啊，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历史博物馆一馆一设的问题，而是所有的这些博物馆，如果要免票的话，那就会影响大概有将近20个博物馆都要不要，而且也会连带，比如说公立的博物馆，其他公立博物馆是不是也要所有学生都免票？这就变成一个博物馆很重要的政策问题。赵伟，刚刚吴委员讲了嘛，哦，这个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主决议了哈，这个预算呢就照列了哦。那不要简略啊，但是对于这个学生的一个门票啊，哈，是不是要怎么样一个政策？那是不是做一个主决议？那请我们文化部这边大家共从长计议这样子啊，好不好？你后面还有一位林立产委员，我希望他发言，因为有一次这个针对新移民跟他的小孩免费的，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是不是？立产要讲两句话。这个我们支持，这个我在。不，让立产要讲两句话，他来，我看到我很支持，先给新住民跟他的子女免费，好不好？感谢招委。那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鼓励新住民或他的孩子可以到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也认识我们台湾的文化啦。那借由这个机会，我们文化局其实应该也蛮对新住民这块文化也蛮投入的。那感谢招委这么支持，也感谢我们教文委员会的支持啊，谢谢。招委，对不起啊，讲到这个哈，当然我支持啊，给新住民啊他们的一个文化学习的一个机会，说应该免费了啊。那我再更建议文化部啊，因为我有一个提案哦，上次有通过，那请文化部一定要多加注意，就是文化部所属的场馆里面，除了我们愿意给新住民一个免费的门票，让他们可以入场去看展览以外，那我也希望在导览的人才或是志工的培训，应该要多语言化。对，那我讲完再请你补充了，好不好？那我是建议，因为我中部地区有很多很多的新住民哦，那我们积极的让门票免费，我们也积极的安排交通，让他们可以去参观、去展览。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个导览的部分了，哈，我们现在一般的文化部所属的场馆，我去问了几间哈，只有一家。好，而且呢，那个还要事先预约安排。那其他的场所通常只有国语、英文，
有的甚至还没有日语，那更不要讲这些所谓的新住民的语言。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积极的来培训跟发展，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新生儿现在有四分之以上是我们新住民妈妈帮我们培育了那么多的台湾之子，那我觉得这要帮助我们新住民父母可以跟孩子有多一点的亲子时间，也能够呢一起去参观我们文化部的所有的场馆所设的一个常态性的或者是非常态性的这些展览，让他们有一个文化学习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很重要。好，来各位。我基本上同意类似的观点，我只说执行层面上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 各方面有秀出来说你是新住民吗？我是新住民的孩子吗？有这样的，我可以讲，所以亲身体验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身份证后面有写出生，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填呐、啊，但我们的护照都有写出生地，那孩子没有啊？你怎么知道他是新住民的孩子？其实对，没有，我是说执行侧面上要该，其实这块可能要由我们。刚刚委员的咨询啊，我想第一个就是对于那个学生这个免票的量，那我是认同刚刚何委员所讲的，做一个主决议呢由文化部跟教育部，因为教育部相当大的一块哈、啊，我们共同来做讨论，当然那个财主单位我们也会一起来讨论，哎对，那么第二个就是关心新住民的那个，事实上刚何委员已经看在我们前面了，那就是我们在台湾历史台湾博物馆，我们有新住民的这方面的导览。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台湾博物馆变成一个种子教师，那么把它这个做这样子的人才的发展哈。那么像那个立台史前博物馆，我们现在也希望他就开。那史前博物馆张馆长也很积极的在做，所以这个呢，我们会非常啊非常用心、非常积极的来做这个方面，因为现在台博物馆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种子教师的基地，这样做这方面的报告。我同意大家刚刚的结论，就是主决议的部分，然后也还包括新住民等等的，那这是一个显然全盘考虑的状况。那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说。那既然有了新住民，那评估的时候原住民可能也要一并列入。大家毕竟知道我是阿美族的媳妇，阿美族的妈妈。对，那我有对，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这里只是一个提醒，我并没有要求说最后的决议要往哪个方向前进，只是我们今天既然的结论。不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是要全面评估嘛？那我只是提醒说，把这个也记得放进去。我现在只是提醒，我没有做任何的方向性的要求。谢谢。全面免费，不然待会声音障碍人士也来跟我抗议。好吧，那是我们要做主决议吗？还是什么？针对新住民、原住民还有学生全面免费，或是否有优待，就做全面评估嘛，好不好？哦，好。来，我觉得好。但这个如果全国这样子的推动哈，当然可能要考虑几个层面了哦。以学生观众为主的，像科博馆，他会首当其冲哈。那科博馆现在是优待，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免费嘛。科博馆是学生票70，它是优待票哈、哦。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策展它有策展的成本，那是不是这个票价的减少会影响到成本？或是我有一些是场地，那我是一个团体来，结果全部都免费，结果那个我们只是租借场地了，结果那一个来策展的。机构他可能哇这样就可以特展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的，对，这常设展可能问题还比较小，然后特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哈，你们去评估啦，我只是提出说可能要去考量到有一些问题哈要处理，然后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判定他是新住民，啊，新住民如何判定，你从身份证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后面有出生地哈。我们来。好，有了哈，就技术层面，这个交给他们，我们来处理好。好，了解，好，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量到几个层面啦，啊，各种条件。那你新住民要放，那原住民要放，那身心障碍者他本来就有，现在本来就有身心障碍，他本来就有了啊。好，以上我的意见了哈，好了，可以评。真的，我是认为常设展 OK， 真的特展不行，因为特展你就是要去扶植那些策展的艺术家团队，这个拜托。对，那個、对他们来讲，成本会增加。我们去策展都照样付钱。好，这个部分的收入就尊重大家的决议的部分，但是我要特别没有，等一下，安娜。吴委员说要增加我们杂项收入200万，那个我也要跟吴委员报告说，那个没有办法，因为杂项收入不是权利金，权利金我们刚刚就是在业务外收入，我们自己增加了1000多万了，就那个因为杂项收入讲的是利息收入、罚款收入啊、变卖财产啊这些收入的，那权利金的话才是说授权金啊这些权利金收入，那我自己已经讲，是不是可以并在苏委员？就是如果是有含在那里面，这个确认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有确认在含在里面，就这等于这几个案子哈，这几个案子都做一个结论就好了哈。但是我希望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增加授权收入这个东西，除了数字以外，能不能展现在这个决议里面，好不好？啊，不要只有这个说增加150几万，啊。然后我最后做一个提醒啦，哈，对于惠芬这边，其实中正纪念堂我一直在想，他刚刚国书委员讲到的转型，哈，其实中正纪念堂你非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就是观光客很多的地方。那当然，我认为你的这个文化上的定位也许跟我们史博馆是不一样的，哈，你也许就是让它比较长明化的那个部分，但不等于完全就商业化。但是在你在思考未来的转型的部分，我读到的资料是说，你们其实这几年都编预算在做文创商品的开发的这个部分，对不对？但是比例都非常少，我反而觉得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这几年不管你们自己去研发文创商品，或者是引进合作团队来做，那每年都有一些商品的产出嘛。那这方面你们的作为其实是非常消极，占你总收入我看到大概只有0.35%，不到5%。可是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这里总是还有一些历史图腾，或者是说这个时代场域的产出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都完成了那个所有的这个叫什么图像授权使用收费规定，要把图像品牌化，对不对？那其实你这个如果做的话，你可以把它作为广为去做一个授权，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income 的可能嘛。可是看起来你们很消极。这就是你们的机会。我跟委员报告，我们104年我来了之后，我们有授权，有开始定这个图像资源网，甚至于现在还开发了一个资讯网站，把我们图像都放在网站上面，让人家来申请授权。那可是我们的典藏品只有1295件。事实上，我们不像历史博物馆或故宫那么多，我们只有1295件。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因为是总统、副总统文物条例，不是我们的。然后还有再来权力要盘点，因为我们的场所它只有新建35年，很多东西不到50年，智慧财产权是50年你才能自己用，所以我们经过权力盘点，目前我们一部分1200在盘点，也只有138件只有权力，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努力想要开发。谢谢。主席，让我再提醒一下，因为刚刚有谈到说，如果新住民或他的二代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去参观的话是免费，可是刚刚有听到说就是照顾弱势，我在这边可能再一次提醒，因为曾经有谈过说新住民比如说免费营养午餐，那有人会说啊，有的又不是弱势，其实在以我们文化这一块，新住民是我来台湾文化的弱势，而不是新住民是弱势，所以我们在这块可能要在
在我们就是在收门票的人，还是我们的就是整个程序上面要注意的文字，到时候会造成冲突啦，提醒一下，谢谢。谢谢林委员，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就请文化部就这个所属的文化机构，针对原住民、新住民还有学生，门票优惠，做全面评估，好不好？文化部就遵照办理。OK， 好不好？那这个预算怎么样？吴志阳的委员的第一个那个简列80万，还要继续吗？那就是啊，做主决议，那就不要简列了，对吧？就不简列，好不好？哦 ，OK， 那苏委员增列253,000元，照案通过噻。国立史博物馆的。哦，那个馆长没有问题了。啊，中正纪念堂增列1156,600元，啊，改156万，1000不要了。好，没有，我很希望他增加，这样我才好好监督一下。啊、然后那个吴委员的就并入这里面好了，好吧？就增列156万，好不好？你的业外收入就并这个苏委员的，就156万好了，好不好？哦，然后国父纪念馆这个。597万增列没有问题，不是，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好，不，那我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就不用了是？不增列，哦，免增列，好，好，好，那对对对，那基金收入就这样处理哦，好不好？那个中正纪念堂，我这边讲一个真人实事哦，我讲给你们听，你们处理真的不是很好。去年有一个国际级的巨星。他来参加他父执辈的书画展，那他要进场之前，你总是要给他一个空间稍微休息，免得被媒体包围嘛。结果你们中正纪念堂认为说这不叫贵宾，然后硬是把他请在，我只好挪了一个仓库，拜托你们给他一个仓库，躲在仓库里面，等到展览开始他才出来。你知道你们那种待客之道，让我觉得你们的反应危机处理真的是很差，非常非常差。嗯。跟那个委员请教了，来好好检讨一下。嫁给韩国人的演射箭那位女星，哎，你就想出来，忘记她名字了，可以吧？真的，我躲在仓库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啊。男生女生？汤唯啊，汤唯。汤唯啊。嗯，对啊，对啊，对啊。不是卖命，那个人家来之前，你应该给她有一个休息的空间嘛，避免基本礼仪。都之前都安排，但他们认为他不叫贵宾。啊、哦，我简单讲，你们认为他不叫贵宾，所以只好临时挪一个摆东西的仓库，让他在里面待命等着。我觉得你们那个反应让我觉得，一次很好的外交作为，哎，很可惜，好不好？哦，我特别点醒你们，这跟钱无关，跟你们的处理态度有关，好不好？好。我们那个接下来总支出6到10案，我们先保留，我们先处理后面那个是预算部分，然后再回头来处理就比较 好处理，好不好？我们先从这个第11哦，国立史博物馆作业基金支出开始，好不好？来，第十一案开始，然后回头再来处理6到10案，好不好？来，对，讲过了。11案刚好是我的哈，那后面一样哦，其实也一样是就三个单位各自提出相同的这个案子。那你要动多少？那我已经都讲过了，我其实不是动，我是请提出计划之后我就全部就放了。我的重点是计划。那在没有提出计划之前，那就是停啊。对啊对啊，那就是他。对，你要书面还是要口头报告？书面都写，我的载列的相当清楚，对。好，那理由刚刚已经说了，我就不再重复，节省时间。没有，因为大家有共识，好不好？好，来。不好意思，那个主席，我觉得是11、18、22、25、26，其实某种程度你要不要一起来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就是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它本身的目标的明确性的确是不够明确啊。而且他基本上面，他目前来说，他的计划已经迈入第2年，但是他其实没有获得行政院的核定，所以跟我们预算的编制的规定是不太符合的。核定好，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有阐，大家都是认为是要有必要要阐述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案子可以共同
一起来做一个讨论，这样可能比较节省时间一下。这几个案子，委员的刚刚所提的那几个案子，我们都是做一个书面报告给您。就十一、十八、二五、二六。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整体的问题？这个史博馆就是为了你整个到109年度的整个大计划，你们是整个统包的一个计划，是分逐年，就说10亿，然后分几年，还是说你每年都用这个修缮维护的这个项目来处理？因为这个会不利于我们来监督。那个跟吴委员报告，这个叫大南海的计划，是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历史博物馆初期计划，所以基本上是6年的计划，从104到109。那么因为去年到5月，这个计划才国发会才通过，送行政院核定，所以其实到11月的时候，又立法院又冻结，所以其实开始实行的计划是去年的12月才开始。那第一年的计划就把去年的104年的1200万跟今年105年的1700万整合成到将近3000万来做整个大南海的三项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整体规划空间发展，去提一个 master plan 来看看说这个园区跟周边的园区未来怎么去发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景观，委员应该知道这个刚刚那个黄委员提到说其他博物馆要转型，其实历史博物馆也需要转型啊，60年来已经馆舍都非常老旧，所以它需要一个大转型。那我们这个 master plan 其实就是要提说整体发展怎么去转型。那第二个计划就是景观，因为那边有农委会的机关，有教育部的机关，有文化部的机关，然后互相之间都各有藩篱，然后整个铺面，如果委员去看的话，整个铺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景观跟识别系统的一个初期的计划，这是第二个计划。第三个计划就是我们将来要把青菜行台跟台英的宿舍做整修再利用，也要知道说它未来是不是可以列为文资 的这个身份，然后也要去做调查再利用。那现在这三个计划目前都已经招标去做了，所以刚刚提到呢，有关大南海的这1200万计划跟1700万计划，其实就是这三项计划用的钱啊，所以希望说委员能够知道说这个计划其实现在刚刚启动，而且是软体计划。后面逐年的计划，总 budget， 然后分几年的，对对，你的那个框的每年度都框出来了吗？都框出来，但是国发会是希望说每年检讨做滚动式修正，所以我们今年先做的就是软体，哦、然后调查规划。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份资料？可以这几个年度嘛，104到109，我可以把整个框的，我把整个大的计划书都给委员一份好了。OK， 是主席啊，我想请文化部说明一下吧，这几个案子行政院现在到底核定了没有？这几个案子行政院到底核定了没有？什么时候核定的？说大南海是吧？对，今天这几个案子 我们是去年5月核定的，5月21号核定的。去年有核定了是吧？国建馆是8月，对。今年1月。对呀、啊，因为行政院核定，我们才审。对，行政院没有核定，我们不会审，因为这个我们在审文化部的预算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决议。三个计划都核定了，那国父纪念馆是核定的最晚，嗯，最晚那是今年年不这个今年一月，你们11月那个核定的文在哪里？核定的文在哪里？在核定的文要给我们的，因为在今天审预算的时候要把核定的文给我们。因为你看那个上次那个文化部有几笔预算行政院没有核定，我们委员会全部把它冻结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审行政院核定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审议通过了以后行政院再来核定，这个我们怎么是监督单位呢？我们是立法机关监督单位，我们是要行政院核定完了以后我们才审才是对的。如果行政院都还没有核定，我们怎么先审？审完了以后行政院修改，那我们立法院站的角度站的立场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是如果行政院有核定，请把行政院的文给我们。那个跟委员报告，就是核定的文我们都有报到委员会来哈、啊。那委员这边的话，我们再个别把我们那个核定的文啊，那么我们再送到委员会再送一次。照正常照预算法来讲的话，应该是行政院核定以后才能够开始编预算。
预算才能够送到立法院，所以当送到立法院的预算都应该有行政院核定的文，这才是行政立法互相尊重的。那现在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就已经编了预算送到立法院，那我们立法院也让行政院有个空间，可是至少在审的时候之前你应该要有核定的文给我们立法院。不，理论上即使是行政院核定，你照核定的编预算，我们还是要审嘛。我们在审的时候，其实照理说 我的提案里面不知道跟国书的一不一样，就是本来是想说要行政院核定以后送本院做专案报告以后使得动资嘛，对不对？就是说那现在虽然他有这个行政院核定文，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需，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这么好几年，然后这么大的金额，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专案报告以后了解以后再来弄。哎，这个是这个26、25、26啦，好，然后我前面13、15、16三个其实是一样的事情，那主要就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先把那个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这一个，这三个单位的一起处理，这四个单位一起处理，二五二六那些的噻，对对对，好，主席，那我这边确定一下，我刚刚的这三案，我的案子提出的是说是。文化部哦，不是各三个单位哦，是文化部就国家文化设施升级计划提出检讨，并向立法院的我们教文会这边报告后，使得动之哈。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检讨报告，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看到这个馆长这边就大南海计划说的头头是道，非常的理解。好，这个当然是一个好事。可是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这边一个计划，这里一个计划，这里一个计划，那三个计划。彼此之间的相关联性是什么？那在我们整个国家升级计划里面，它是不是有个统合的定位和目标？所以一样是回到我们的文化部，就如果你把这四个是放在同一个单，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话，那你对它的整个的想象、整体的概念和想象和分工是什么？所以一样是回到刚刚转型定位的问题。那是不是文化部的高度提了一个这样的检讨报告，并向我们报告之后，那这笔预算就可以动之？这是我需要的事情，但是当然主席之后可以跟斟酌各委员的意见，那您有一个主要的裁示或者什么，我们都可以再讨论，谢谢。好，来蒋委员。主席啊，因为他文化部编预算的时候行政院还没有核定，所以行政院核定的内容跟文化部编的预算的内容是不是一致？说不定文化部编过来以后，行政院他本身就有调整计划，或者是不要调整预算，或者是调整他的内容，所以虽然行政院核定了，有行政院核定的文，可它内容跟我们预算所编列的内容是不是一致？这个也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如果行政院核定的内容跟预算编列内容是不一样的话，当然还是要以行政院最后核定的内容为准嘛。然后我们审行政院核定的内容，而不是审未核定的内容与和预算。所以我是觉得有必要要让我们知道一下行政院核定的内容和预算数，跟他们现在所编列的预算。跟预算数是不是一致？这个我们一定，你们要书面还口头？这个我不，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不是口头，这个应该要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专案报告有两种，一种书面的，一个是这个，还有专案报告一个书面的，这两个差异很大啊。如果要专案报告，可能会拖很久。哦，那个不，那书面就如果不一致的话，那我专案报告送到立法院来，书面送到立法院来就通过了。那可是我们通过的是一个不一致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内容。那个行政院所核定是我们原来所报的数目，他是同意了，没有修改的，那是一致的，因为他说对我们这个，他并没有去提到说你预算要调整什么，就是你所有你做的报告他同他这个啊他那个同意他通过这样子，准予报告。我真的我说实在的，我是站在文化部的立场，而不是站在行政院的立场考量的。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行政院核定了以后，他往往到最后的。框列的预算不给你啊，那你怎么办？你看影视、流行音乐三个产业旗舰计划，核定框列的预算，到实际四年结束以后给的预算一半都不到，一半都不到，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是到了时候预算不给你的时候，你做到一半的时候没有钱的话，你怎么办？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像我们在以前，实际上我们在台北市议会，
你总预算市政府核定的总预算核多少，就是说经过议会审定以后，你总预算是不能变的。对，我们现在这三个计划都属于公共给单位那个公共工程计划，可是现在常常都是框列，行政院国发会框列的预算，国发会通过以后框列的，那这个数额就没有变动的，那框列给我们的，所以到行政院的时候，他照这个数额，他同意。所以我们就照那个数额是跟做在预算书上所做的编列，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按照预算法的做法，才会到最后框列的数字跟实际拨付的数字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预算法的方式来讲的话，就不会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从进立法院以后，每年审预算我都在讲这个事。没关系啊，未来四年好好监督执政党，一定叫他编列好，一定要到位，好不好？啊。报主席啊，这文化部自己回这个，苏委员的那个回复，他说，这个是哪一个馆？国父纪念馆啊，他说105年2月19号，已将债务举借及偿还计划拟送财政部，财政部105年2月23号回说，已陆案交中央公共债务管理委员会审查，啊，那现在审查结果是怎么样？1月29号，行政院核定确定就是国父纪念馆的跨域价值专案之后，那么跨域价值专案行政院确定之后呢，因为它有分期的一些财报的分析，所以之后呢，有一些是属于偿债计划的部分呢，我们从另外就是报那个就是按照报财政部，那财政部呢？对，也转公共工程委员会去做审查，目前也没有特别的这一些意见。但整个就没有审定嘛，没有审定嘛，对不对？计划都确定了。好。对，那个只是分年的偿债计划的部分而已。偿债计划。对啊，原计划其实都已经确定通过了。好。对。对，自偿就是按照自偿比例去做做30年的分，30年的那种偿债计划，举借的部分，那个是事后的那个，分摊的部分。对，我们30.47，32.3。好，那个我在这边哦，做一个建议哦，就是。我们11、18，还有22、25、26，那我们就照案通过，然后请文化部补提书面，好不好？好，好，好。因为我刚刚才听到他的自偿率30%以上，行政院核定的经费里面，他们三个馆的自偿率是30%以上。那他自偿率怎么自偿法？他从哪里钱来自偿？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报告，专案报告才能通过了。现在通过的话，那到了说自偿率你付不出来怎么办？那我们一直要他求那个门票学生要减价，要免费。那学生这个他的跟他的自偿率有没有影响到？这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下。照说来讲，如果是博物馆，你行政院要他自偿率30%是太超过了啦，太超过了啦。好了，这样子啊，那个主席在这边做个承诺了，你们先提书面了，如果书面看过以后大家委员觉得不满意，我再排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好，这样子的话不会辜负这个蒋委员的期待了，好不好？先看书面，书面不满意我一定排专案，好不好？我领之后一定排。今天不能通过吗？今天通过就照书面啊。就书面在哪里？书面还没有看到啊。不是，我是说先照案冻结了，然后补提书面。冻结。那如果书面那个委员有不满意，我们再排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好 ，OK， 好，这样子，好，好，照委员的建议通过，好不好？那我们现在12案，来，黄委员，黄委员的黄国书委员的提案，12案，照案通过，好，冻结500万。书面报告了。好，冻结500万。好，补提书面报告。好，13案吴志阳委员。
减列100万，其余冻结1/2。13、15、16其实是一样啊，那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看它，103年的决算，104年的预算，啊，到105年的预算，它就有非常大幅度的增加啊。那增加当然在它的说明里面要说明为什么跟前面是增加，但是它的说明都非常非常的笼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方面增加的幅度太大了，就是几十倍啊，甚至三五倍甚至几十倍的这个，好，那到底是增加到什么部分啊？所以我是建议说先减一部分，然后剩下一部分冻结一半。那你要书面还是专案报告？委员，如果同意先减掉100万的话，就可以书面。有没有困难？就都减一百。我只冻结2/3哦。对 对，我知道。13、15、16啊。13、15、16。我知道，他13、15、16都各减一百，然后各剩下的动1/2。对啊。有没有问题？那个史博馆，100很多哎、欸。100很多，因为我们总共才报委员，我们总共才330。那原来在10万、20万这样子，一下增加到这么多。你一样我是主张不要去砍那文化机构的钱，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的目标，但是支出最好不要砍他，他们真的很辛苦了。谢谢。你说一下。我提书面报告给你。我们这次委员要检列的这个项目叫做管理跟总务费用了，材料跟用品费了。那其实就是因为历史博物馆就是很老旧嘛。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办公室就会漏水啊，然后这个展柜的这些空调啊，就需要维护啊，就是这些钱。那为什么这几年就今年特别多呢？这不是每一年都会下雨都在漏水吗？那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哦，今年雨特别多，已经预测好了哈。我也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要减列了，我冻结，然后顺便报。我把。这些钱要花在什么地方？我再跟委员。那个主席啊，我刚刚听到你讲不要砍他们的预算啊，我基本上我支持了。所以刚刚那个三个行政院核定的那个东西啊，还是应该改成专案报告，这样才不是砍他们预算。为什么你知道吗？市场率30%以上哎。他们从哪里筹出来？这个就在砍他们的预算呢、啊。这就在砍他们的预算呢、啊。因为社交单位，说实在的，我过去你看我今天一个案子都没有提出来，我就全部都支持你们的。意思就是说，社交单位很难做。然后博物馆法修改了以后，又增加了你们很多的任务在里面。那可是行政院核定你们的计划里面，既然市场率是30%以上。这个都没有过的呀，那你们自偿率怎么筹出来呢？因为虽然在财务报告上面，你报行政院上面有财务的部分来讲，你们会有写，你这个30%怎么筹出来？可是我们也想看看他这30%到底怎么筹出来。是，如果是像故宫大故宫，他的财务中间有一部分是把门票增加1倍以上，那这我们支持不支持呢？那后来大故宫是因为在我们的立法院坚持下，他只是针对外宾，那个国外的客人入客增加了1倍，对本国人来讲还是减一半。所以这也是我们立法院到最后的一个决议出来的。所以他们这30%，叫他们社交单位去筹30%，从哪里筹？从哪里筹？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是减少开支嘛。那减少开支又是缴到国库，又不是他们的；增加收入也从到国库去，那他们从哪里排出一个30出来啊？我是对不对？可不可以？那如果是像银行贷款，对不对？那像银行贷款的话，他每年都要负担的利息，到时候还款怎么还呢？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专案报告，而不是书面了。如果就是送到书面，我也觉得很大的疑问。我先答应嘛，先书面你不满意我就。
排专案嘛。那我主席，我先告诉你不满意。我今天这样子听了以后，我先告诉你绝对不满意嘛。好了，没关系嘛。对对，如果是要用银行贷款的话，因为现在的他们的收入统统缴国库嘛，如果是支出减少，就是预算少编给他，也不在他们手上嘛，那就只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借贷嘛。那借贷的话，将来怎么去还呢？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绝对有问题啊！你像一个社交单位，如果今天总预算是多少？总预算多少？对，你们这三个那个。十亿，一个馆要负责三四亿的款项，叫他们从哪里筹？张会长，你不要回答，好不好？对不对？从哪里筹出来？这是很大的问题耶。是委员这个问题，其实提到我们社教机构的心里面的痛了，就是当时申请这个国家文化设施计划，它的前提就是你的自偿率要30%，这是国发会的。提案成案的前提啦，那当然我们都勉力为之啦。我像我们历史博物馆的自筹率现在是10%，就是17%而已啦。那我想那个中正跟国府可能高一点，但基本上都还没有到30%，所以到30%这个我们在这个还款计划里面，其实都有委员提到的要贷款，然后另外就是说，它不是规定我们在执行的计划期程里面还，是30年里面还，那以我们目前大概自筹3000万，我们就想说，我们能努力一点啊，我们在30年里面应该是可以还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委员会这边有个建议，能够跟行政院讲说，因为社教机关自筹经费非常辛苦，可不可以酌予降低自筹的比例？那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假设要做这样的决议，我也要先看出你的还款计划，对不对？我要看行政院核定的这个案子里面到底。财务计划里面你们怎么写的，对不对？然后合理不合理嘛，对不对？因为社教单位基本上你叫他30%，对，跟委员报，我们当初啊不可能的，有一个这样的，你那个中部的那个中科的那个高等科学园区，它的市场率是多少？好像都没有达到30%哦，高等园区都没有达到30%，一个社教单位要30%。合理不合理吧？所以我们当初啊有一个建议，如果说委员愿意支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说，就由文化部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们定一个自偿率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在30年之内呢，我们逐年增加，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比如说像大南海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到30%嘛，所以那开始的时候我们降的有按照我们自己横算的标准，比如到10%，但是在30年之内，我们后来去追上达到它30%的标准。如果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社交单位的压力就比较小了。那不然他比如像现在那个传艺中心，他可能马上就要30%，那他马上就要到银行去借几千万。那如果说你给他刚开始10%，然后30年之内慢慢追到30%，因为他后来就营收就会进来嘛，这样子的方式恐怕就。何委员，何新成委员来。跟你传一个东西有关来，主席哦，我想那个郑委员有提一个24案哦，讲的就是传艺中心这个问题了哦。那事实上我刚刚听了一下，其实。每个馆几乎都是类似的模式，都是国发会要求你们要30%以上的自筹，所以才会有一个跨域价值的那个大计划嘛，那所以同样的，我们都在这个预算书里面，事实上我跟蒋委员有同样的看法，在于第一个，你们送过来的一个核定的一个计划内容到底实际上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预算书里面并没有详述说，行政院核给你们的，国发会核给你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跟你们预算说明，跟你们预算数到底合不合，我觉得看不出来。那你今天要我们来审这个预算，我觉得这不尊重我们，这第二点。第三点，在刚刚讲的那个国发会给你们的这些条件，我确实觉得真的是太苛刻了，尤其刚刚馆长所讲的自筹率30%，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借款。 我想到一般啊，老百姓要去跟银行借款一定要一个不动产啦，不然就借信用的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几个馆是借信用还是用我们的馆去抵押借钱啊，这借的钱又不好意思，如果你们自己可以有偿还能力那还没有关系，
啊，那像一般老百姓没有偿还能力的时候，变成呆账，抓去用红处。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你是政府的一个单位，所以呢，银行没给你红处。但是最后，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偿还的话，你不要说三十年啦，你们好像说三十年看起来很长。我跟你讲，如果你们的营运的核心价值还有营运的计划方向，如果做的不对，或者是营运的不好的话，就算给你五十年，你也还不完啦。那最后的烂摊子谁要负责？先骗到钱呐、啊，不然他、啊、不行这样子啦。我觉得要负责任呐、啊，不要把烂摊子丢给新政府啦。哦，这所以现在先讲哦清楚了哈，所以我是建议啊哈，我们还是要冻结，但是我还是希望听到部长跟我们三个单位，这个国发会的行政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条件，还有呢这样子一个计划，到底未来会不会变成呆账烂摊子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担心的，要讲清楚。所以你要专案报告是？专案排五二零之后才排专案哦，现在不排哦，先讲好，我讲在前面哦。我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方子旭哈。那我想刚刚聆听了各位委员对于整个这个文化设施、文化机构的这个定位功能啊，我觉得深有同感。那我想提供几个背景资料，也提供给各位委员啊这个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提到就是说什么是作业基金才能够进来。那以目前来讲，就是三个这个场馆，事实上是教育部时期就是作业基金，所以到文化部它是整个单位是作业基金。但是传艺中心我们没有办法整个单位作业基金，因为要整个单位作业基金的自偿率至少要达到15%。自偿15%，但是我们传艺中心就是我们有三个团一个馆，还有整个业务单位，我们全年的这个自偿只有8%，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达到作业基金的这样成立作业基金的门槛，因为成立作业基金都要行政院主计总处去核定啊你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那现在这个大家也知道说文化机构啊这个文化预算要增加，可是增加我们本预算事实上就已经是零基成长，而且是每年减10%。我们能够增加经费就是用计划去争取经费，用计划争取经费外加的只有两个管道，一个是公共建设，就是国发会他框列了一笔钱然后让我们这个去提计划然后才能够外加，第二个是科技计划，就是科技部有一笔钱科技计划，其他都是我们本预算。所以我们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国科会科发基科国发基国发会就要求说你的门槛就是必须要自偿30%，我才能够成案，才能够审你的计划。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就连想都不想，连提计划都不能提计划。所以我们就是拼了命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而这样的一个计划，事实上刚刚提到的，就传艺中心跨域加值里面，我们最后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得到行政院的核定，系部计划也核定，总共是34.58亿。34.58亿里面，就是六年的计划，我们公务预算挹注24亿，我们自己要去再赚10亿，在赚10亿的这个财务规划里面，就是以30年为财务规划，我们在这30年其中，用我们三个园区传艺，还有台湾戏曲中心，还有高雄豫剧园区整个部分，我们可以赚5亿，等于是透过门票，透过所有的教育训练等等，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赚5亿。另外5亿，我们必须要跟银行贷款，那要跟银行贷款，也要经过财政部的这个有关这个财务的这个所有的财务专家要经过我们审说我们是不是有偿还能力。那我们也经过这个财政部的这个等于是举债的这个委员会也通过了他的审议，认为说我们可以就说我们也拿到那个财政部的审议函。那就目前105年来讲，也就是说国发会要求说这个要拿跨域加值的计划，第一个条件是要30%自偿以上，第二个要计划行政院通过，
第三个必须要成立作业基金才能够使用，啊，因为三十年的部分。那传艺中心为了要拿到这笔钱，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戏曲中心马上就要开幕了，我没有营运，政府没有给我人力的编制，没有给我营运的经费，所有的部分都要靠这样跨域价值的部分来这个进行啊，所以。以今年来讲，传艺中心总共这个经费是要10亿，但是政府挹注这个8亿，4亿是经常门，4亿是这个资本门，另外我要去借贷1.52亿啊，然后才能够这个吻合。但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蒋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院里面核定的计划并不像地方政府一样，他核给你10亿就给你10亿，或是核给你8亿就给你8亿，他可能给你3斤2两。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我们提了10亿，他给我8亿，要我1.5亿，其他我去赚啊，我大概要赚这个5600万。的部分，然后另外不足的部分要去借，那我们就是提到最后的阶段啊，就是说如果我不要去借的话，我就不用用到这笔钱，我就可以，因为作业基金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所有的部分经常门的部分它是可以留用到第二年、第三年，那资本门的部分啊，它必须要看你的这个执行率。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比这个在这个本预算里面，它就是必须要权责关系才能保留，否则的话就全部要缴固。就是说以作业基金来讲，对于我们这个文化机构在执行这个业务推动，特别是像场馆的部分是比较有弹性啊。那最后来讲，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以传艺中心这个计划里面，台湾戏曲中心我们未来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表演场馆，我们还是希望走行政法人的路线啊，那个来做。那这个现在目前只是一个过渡，那我们是希望说委员了解我们整个状况。其实我们是因为所有立法的阶段或者是所有的阶段都有它的这个时效性，但是我们文化的推动事实上是必须要这个时时刻刻没有空窗期的，所以我们只能做一步进一步啊，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声，请各位委员支持。来，何委员。谢谢招委哈，我还是在提醒啊。第一个，在我们的预算书里面，刚刚我们馆长啊，中心主任，对不起啊，主任呢，啊，他解释了很多细节，大概都披露出来。但是呢，第一个，我们的计划这个说明里面并没有看到，预算书里面预算说明也看不到，包括你说你要举债多少，你要逐年怎么偿还，那你在我们的预算书跟预算说明里面都没有看到哦。那这个部分你要我们今天来审，可是资讯在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还要我们一一的去对，我们对了以后又发现你们原始的计划的预算跟现在在预算书披露的预算是不符合的，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要讲清楚哦。那第二个，刚刚在讲了，我还是在提醒哦，我们这些场馆为了要争取经费，为了要争取国发会的同意，我们去举债。而这些举债呢，也不是在我们预算书里面披露的看得到的，这些都是隐藏性的债务。这些隐藏性的债务，我们要让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下一代要来负责还债的。我们现在等于是在预支哎，而这个预支的这些债、这些钱啊，还是在预算书里面看不到的。这个也是现在的政府必须要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不然我们看不到你们的偿还能力啊！我跟蒋委员，我们不分党派在这里，我们怕的是未来这些隐藏性的债务，到底你们还得起还不起？未来是不是最终就是政府要来承担呢？而你们三个场馆哦，其他的我不要管，你们三个场馆加起来举债就好几，哦十几亿了。来，你们三个加起来多少？
三亿，啊，你几亿？5亿，三亿，9亿加5亿就14亿了。而这个14亿是隐藏性，在我们在预算书里面是看不到的，哎，这怎么对？这个才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啊！现在的国发会、行政院到底是核定你们这种什么样的烂计划、烂标准？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这审预算，我们今天很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啊！不是给不给你们过，要给你们钱好好做事，当然我们都支持，但是这个都没有讲清楚啊！我还是重复一遍，不要把现在的这个烂摊子啊留给以后的子孙跟以后的新政府啊！来，请馆长说明。那个，其实刚刚已经讲说这个是新生了，但是基本上现在在做这四个场馆，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自筹的能力了。那我们当时所以会接受这个自筹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认为说，虽然博物馆是非营利机关，但是它也应该有企业管理，有一些新的做法，然后在自己资源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自筹。所以我们现在的自筹17%，其实在这些展馆里面我们还算低的，哎，因此我们是觉得说，我刚刚讲我们是勉力为之啦，希望争取这些经费来做转型，但是也希望说这个举债的能力能够控制在我们自己的自筹经费。那我们现在是17啦，还有13%的努力的这个空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严格监督，就是说这些隐藏性的债务，那你要告诉我们，你说你的自偿能力要从现在的17%，你要达到国发会以后的30%，那你的自筹的能力跟你的经营的能力，你要告诉我们啊。是这个都有要求，财务部、财政部都有要求自筹计划，而且都有提出去，有审过，有要求你们。问题是你没有揭露给大家知道啊。是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书面报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嘛。那主席都通过财务部的审核。主席，我觉得今天几乎所有案子都是这样了啊，像我那个13、15、16，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本里面啊。数字不是说真的都很多，但是你很明显的就比去年跟前年多很多啊。也许你今年要大修，但问题是，像刚才何委员讲的，你在这个预算书里面哪看得出来他要做什么？就我们就看到一个数字急速的膨胀，然后向里面向下都没有说明啊。那你现在才用这些回复，那也没有每一项是大概多少钱。其实预算书应该是要这样子，尤其是你自己 sense 到说跟以前的有变化。如果都照每一年都是这个，然后执行率也都80-90%，那个没有人会去挑这个毛病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程序的问题，就我们委员都很支持文化建设，但是我们是帮人民在看紧荷包，所以我们在资讯不足的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做决定呢。啊，比如说，假设你这些计划，我们刚刚看到过去还没有行政院还没有核定，你说核定了啊，那这也是我们关心的啊。你核定的那个文在哪里，对不对？然后财务的可行性的计划在哪里？那他们觉得可行，我们委员可能看一看觉得不可行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大计划，如果行政院核定了，根据核定了去编预算，再来跟我们委员会来报告，哦，这整个顺序是这样子。那换句话说，行政院的即使是他核定，不是说他有核定书我们就叫照单全收，不是这样。哎，那我们审预算不是只有刑事审，哎，我们也可以觉得说这整个方向是不对的啊，或者是要做若干的修正，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个，像大南海计划在这个部分，我跟国书这边都有提，我们只有冻结50万，其实是重点就是要整个要跟我们报告，因为这个不是小事情啊。你报告清楚了，我想大家基本上不会乱删呐啊，这个是大家都支持的，只是说我们的职责啊，在到底行政院有没有核定啊？到底他的财务是怎么样？这可行性，你现在用这样子口头报告也没有书面做佐证。比如说你说，财政部或者什么，他已经核过了，那都是你们讲的，啊，我们手上都没有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做到一个把关的责任嘛。啊，我想今天大家主要这个删一点、减一点、冻结一点，重点都不在这，重点是我们的资讯不清楚。这样，对不起，主席，我会议询问一下哈。
我平常讲，从那天在审那个原子能的基金，到今天再看我们这个文化部门的基金，其实我觉得对于新科委员来讲，都在变天灾啦哈。那我真的要询问一下，我们来自地方议会的，像惠芬跟冠福来自台北市政府，我们在市议会审查的时候，除了一本预算书，其实都会有另外一个预算说明资料嘛，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从那天原子能委员会到现在，我就是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就是一本预算书，然后呢，针对个别委员提出有删减的或冻结的提案，你们才有一个相对应的简要说明，当然结论就是恳请免予冻结或免予删减，就这样。那在所有的相关，像大南海计划，我相信你们都有，只是说在今天审议你们的预算的时候，甚至最简单的新增预算比过去多的，你就是要有一个说明资料，但是是都没有。所以我自己是一来是觉得我还在新科，我在学习，想说啊来变下填仔，然后重新再打底。可是我听几位前辈委员提的，确实这就是一个在立法部门监督的时候一个资讯不对称，你让我们如何来做一个详实而且非常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审议。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做一个询问的，贵体东安那下啊，大概东资料库都在脑子里。我审之前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一些书面，然后委员看那个有问题，他们国会留人都会说明去说明。哎，对，你只要有问题，你只要找他们去，他们都会去跟你事前做说明的。是整份的吗？不止大南海哦，我是说你们。对，都会这样做。然后你不了解，可以找他们来。但那也是要委员提出来，不是吗？对，你可以事先找他们先来了解，对他们很勤快。对、哦，所以立法院是这样啊。我们以前是行政部门，在审预算的时候就要一叠说明资料，哎，怎么样？专案还是要口头，还是书面？这样很难处理。因为我现在刚刚那几个计划哈，你看他预算书，我真的看不出来一个单位要十亿呀、啊，预算书都没有显现出来要十亿呀、啊，对不对？可是他，你看他从这个是什么？国父纪念馆。从104年到108年只有5亿多啊，外界资金没有啊，预算书上面都显现不出来啊。可是实际上来讲，跟预算书根本就不一样啊。你看这篇，这上面写的根本就不一样啊，跟刚刚讲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其他单位也是一样不一样啊。这个是哪里有哪里跟刚刚讲的行政院核定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从预算书，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30几亿的预算呢。我们今天一审下去，就是30几亿的预算出去了的。可是我们今天看不出来，在预算书我们看不到呀，我们只看到几千万，或者是一点点钱而已啊。可是这个东西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借贷的贷款的话就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这个就像我们在预算书，我们看不出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赵伟，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文化部跟各个场馆哦？你们刚刚说你们要开始，就这其中有一大部分3亿、3亿、3亿、5亿嘛，哦，就是要借贷嘛，哦，那你们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借？行政院核给你们的，财政部也审议过了，那你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借？我想各个场馆的。这个进度大概不太一样了，都是软体先，然后在后面才有建设计划。来了，我现在先厘清一下，那我们是107年开始，107年开始建，对对啊，然后国父纪念馆呢？我们107啊，然后主任呢？我是编在105要建，但是因为我的工程还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今年不会建。那因为其实我们也在等，因为我们文化部本身已经有在提一个这个就是文化机构的自偿率的这个比率，现在正在跟国发会这边这个申请。那我们是认为这个部分如果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到我们的这个自偿可以到这个10%、15%，那我们就不用去借钱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真正可以自偿。好了，那他今年不要借了，我们今年都暂缓了，那个借贷计划通通暂缓了。各位可以看一下那预算书前面都有说明哦。我们休息5分钟，大家看一下好了，好不好？他前面都有讲那个总体计划，还有他的分年的那偿还。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再继续沟通一下。对，他说
他们，你说你今年不要借了嘛，对不对？他们也不想。他们不想借啊。哎，现在是休息啊、哦。哎，赵伟，现在休息啊、哦。好，那建议啦，写一个主决议啦。现在的偿还的那个借贷计划都暂缓啦。好，我纳入好。